Hello， 我们现在人在地铁站，然后等一下我们要去迪士尼了，第一次。等一下下一幕应该就在捷运上了，然后等一下 Andrew 今天要跟我去，然后我们就前往下一幕吧。我跟你讲 gay， 超级 gay 的 ，gay。我是觉得这地方已经不是我很香港的地方，因为你从小来到大，男主一脸不想来。开门了，开门了，开门。干，好爽，来到迪士尼了，终于 Andrew 陪我来，最棒了，还被我逼来的。来，先拍一张，拍一张。我想说拍这个后面，还是回来再拍。回来再拍。你不是等一下要跟米奇老鼠打架？对啊，我等一下揍米老鼠啊！我要让台湾第一个。你要拦住我？算了，等一下真揍他。什么东西啊？你要揍他，我是一定不会拦住的。你不拦我、啊？不拦啊！这样我没出名，我上新闻呢。那很好啊！第一个揍米老鼠。我有一个揍米老鼠的朋友。哦，是怎样？哦，是买的、哦，好不错，看看。一个这个东西88块，港币哦。对啊。好贵啊！没有，里面干嘛？没兴趣。里面也一样，看上去很正啊。哦，真的，红色包包的呢。都不要走丢了，一路走。人好多、哦。等下不只打米老鼠，我还打屁孩，人超多屁孩的，对不对？每个都打一下。不是你要打一下 Iron Man 吗？这我是没有带。真的假的？不然呢？我只有20块在里面，20、20、20、20、20，80多。买好票，走到最后。这有火车可以搭、啊？应该可以。我只搭过一次而已。我要搭那个搭头。上面那个。对对对。我那可以搭啊，你看，你觉得？哦，扫地嘞，扫地的地方。他家表演特技。我们不是要看秀吗？听说有秀好看。对啊，有秀啊，我带你去看那个狮子王那个跳舞。哎，对，不然他妈也说要看那个。那个我们是已经看到脑袋进水，因为看太多次。都演一样啊。都演一样。他可以背出来，他小学一年级来的时候就看那个东西，然后每一年跟朋友来的时候也看，就看一样东西。他妈，他说我一辈子不要看那个表演。这里好棒，哦，这里好梦幻哦。对啊，晚上应该会有雪哦。真假？会有假雪哦。我不知道现在开始没有。有泡泡是有泡泡啦。对啊，是有那个泡泡类的东西。Andrew 脑掉，泡泡一堆。打他，打他。你的 target。我快脑掉了，我扁他。买那个，你买那个穿着走。干。哪里？真的。看到迪士尼来了。85块一个。有点贵。是很好看啊。
我很喜欢泰国，走吧。我跟你讲，这里的东西没有，就是爆贵，然后没有很卖东西的就这样逛完了。嗯，对啊，这样就卖东西的就这些，商品都差不多一样。还没看到 Iron Man 的东西耶，刚刚看到啊，有那个 Black Panther 啊。是啊，我还没看到。哎，有那个哎，好像可以耶。好可爱！What the heck？ 什么东西？不用钱的最好，你知道吗？不用钱，踹一下。啊，他们在变钱。这里太死哥了，这里太死哥了。干一堆屁还在插队，我快受不了、哦。你也擦一下啊！但是没有把整只球给拍下，你笨蛋！盖这个箱子。来啦，香港说要盖这个啦，一定能成功。是大大楼，这是干话。这只是一个开始。他在讲屁话。那他盖什么？要盖什么？有可能吗？有可能、啊。绝对有可能、啊。香港迪士尼乐园里面。爽嘞，爽到破表，这已经666。大东西，然后乱做一个。看完影片了，钢铁人超屌。香港有世界大战，大战外星人。你有什么感想？有点怪啦，有点勉强那个剧情真的有点真的不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香港突然就有钢铁人，然后突然大战起来。好，我们要去下一个地方了。When the trials end, those in the audience should remain where they are, and let all participants make the move. Thank you, and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我好想当 Skywalker 啊，把上面的屁眼都打爆。四到十二岁才能玩光剑，没钱。你跟他讲我，你的智商十二岁这样。嗯，然后我们进去看星际大战，我们先看商店。Star Wars， 到哪都有跑跑，好烦哦。哎呦，星际大战云霄飞车，哎，这辈子爽一次了。Android 第一次坐呢，这新的，好爽哦！再讲一次，你说香港为什么三岁的小孩现在都喜欢玩云霄飞车？可以尿尿啊，把他们吓尿，吓尿啊，吓到尿出来。祝大家好运，愿原力与你同在。我没有很良好的健康，怎样？我的手爆掉，然后我的心很累，所以心脏也不是特别健康。你知道我小时候是不敢玩那种像这种游戏吗？因为我爸就是我三岁的时候带我玩这东西，在日本的时候，我还有他还拍了 video， 干。我看我出来以后，那个脸真的是经典，那个脸是，是花的 fuck 这样吗？那个三岁小孩子刚刚好进来以后，被吓到快要吐的那种。准备了。很爽，我们要做第一个，抢第一个。啊！云霄飞车，干玩完了，那个很爽，超爽的，我玩到傻掉了，你知道吗？那个冲爆快，好爽，一堆那边枪那边 biu biu biu， 然后冲，集体冲超快的，
好爽哦，后面这洞超大。这边这边。前往下一个地方啦。我们下一个应该会去那个小红维尼。哦，可以，我喜欢。那个是经典的，一定要去。对，那个。来这里激发我们的少女心，少女心满满。好的，王美。嗯。好快啊！我们这很智障，你知道吗？好可怕，英主。你智商有点可怕。平常电视上才看得到的，今天终于自己看到了。赞赞赞！哇 ，Andrew！ 后面这三只也很恐怖，这好恐怖啊！哎，对啊，我知道，知道，是那个吧？阿拉丁啊，是吧？阿拉丁是泰国，是泰国。啊，是啊。他嘴巴会动哎，真的唱。真的受不了，这太奇幻了，你知道吗？太奇幻世界了。完了，走出奇幻世界。哦，我脑袋有点痛。好屌，各种恐怖哎。小朋友觉得很漂亮，可是我们这种年纪，我们看到我就觉得有点感觉什么，有些真的有点恐怖。